或者你要用不成立，其实也可以的。好，没有人强迫这个。好，来，所以这样就接好了我们的第二个跳动，就 OK 吗？有没有老师跟不上的？跟不上你要讲哦，因为我想 Squish 应该每个老师都有教了，好，所以我才会稍微讲快一点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你站起来再一次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再一次踩下去。他跳完了是不是不会再跳了？有没有发现他不会再跳了？对不对？那我必须要怎样他才会跳第二次？脚抬起来再踩一次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这个可以强制他怎样？强制他一定要好不断的踩，他才会这样跳。好，这个是强制他一定要。